我在劇里面就叫阿 Shay， 天宇是阿哥，跟住我就是大女，跟住就是阿妹，屋企里面最反叛嗰个，同埋歌星比较难相处的一个人嚟嘅，因为佢可能细个觉得爸爸妈妈的感情问题，佢自己会看佢的世界会看到很灰咯。準備的角色，首先在外形方面就有準備的，頭髮的顏色都用了兩天去染這個頭，整個感覺就是我自己都有去真的嘗試將自己 tune 去一個比較沒那麼 sweet 啊，沒那麼，即沒那麼 friendly 的狀態，跟自己平時因為其實挺不同，而自己很容易不習慣。我現在知道不是我的相不好，是找不到適合欣賞他的人相。今次跟謝東文是感情的世界方面比較豐富的，因為這個女仔本身就是敢愛敢恨的一個人，但是跟謝東文這一段關係反而就對他很有挑戰，因為他贏不到謝東文，即謝東文是一個成長了經歷了這個女仔的經歷，然後望回轉頭啊，想教這個女仔的一個師生的關係咁樣，這個女仔都有一股非常之大的嗰種叫做勇氣同埋 power， 因為佢好有理想嘅，佢好想做一個成功嘅攝影師，咁所以會俾大家有一種變壞的勇氣，因為有時有些事你要做，你怕會有後果的時候，你都需要一些勇氣去衝的，那這個女仔很有勇氣去衝的一個女仔。